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中国著名导演王小帅来给我们讲述他的电影人生，也寄予电影新人。Now we are going to give the floor to Mr. 王小帅, the Chinese famous director.大家好，我是导演王小帅。我们经常说电影是年轻人的艺术，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和视听媒体的拓展，电影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热爱电影的年轻人看到了投身电影的可能性。所以电影是年轻人的艺术这句话比任何时候都更切题，并且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一个优秀的电影节始终是发掘优秀的年轻电影人展示他们作品的重要平台，这点我们无疑要向上海电影节的这个亚新奖致敬。我经常被年轻人问起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导演，我想有以下几点要素与大家分享。第一点，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是你内心的感受。这个感受来自于你个人，你的心，你的头脑，你的眼睛，你的判断。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生命，来自于你的生活，你要感受你成长的每一次触动，可能是痛苦，可能是欢乐，都去感受它，像个海绵一样感受这一切，然后记在自己的心里。第二点，就要用你专业的方法把你的这些感受，这些感受里最美好的地方，最迷人的地方做出来，用导演的思维、拍摄技巧、剪接方法等等等等，把你想呈现的一些东西形成一部作品，把它从想法变成现实。第三点，也是导演职责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选择和判断。你要按照一个什么方法走，哪些方法是适合你的。当所有的复杂的因素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要用各种的途径进行选择，在选择中保持自己最准确的判断。做到了这三点，我想就可以是一个合格的导演。如果还能有独特的风土的呈现，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甚至非凡的导演。这个风土可以理解成一种风味或者是一种味道，它结合的可能是我们所处的地方、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你的家庭、你的情感，这些东西就会决定一个最后你的影片的风味。那么最后一点，是你与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传达。你的作品是否带有你作为导演，也即作为一个人的态度，则真正决定了你能否成为一个伟大的导演。这个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艺术之外，是在电影之外，是作为一个人的态度。所以我希望并且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仅能拍出技术上炫目、感官上令人愉悦的电影，更能够亮出你作为人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全取决于你自己。亚新奖至今已经举办有18年了，很多的青年都在此收获了展现自己的机会。我们公司监制的电影《身朋印友》也入围了上影节的创投会，期待将来它也会出现在亚新这个舞台上。相信未来，下一届亚新奖见，谢谢大家。